大陆蝴蝶姐姐唱歌吐痰吓死人。两岸都有蝴蝶姐姐，台湾呢位是26岁的靓女简竹玲，她是中国文化大学舞蹈系毕业生，03年参加电视台选拔赛之后成为儿童节目主持，近年拍广告同主持综艺节目。我是蝴蝶姐姐朱熹。至于大陆呢位蝴蝶姐姐已经40岁，参加青海卫视花儿朵朵歌唱比赛一炮而红，他的绝技竟然是一边唱歌一边放飞剑，不单止吓亲评判，还引起网民公愤。虽然可以晋级，但最后在30强止步。他竟然说自己输是因为主持不让他吐痰，搞到他清不到喉咙，嗓音差而影响表现。